19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10月23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长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百年栉风沐雨，淬火成钢。特别是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醒，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生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反腐，党极大增强了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现象，校正了党和国家发展的航向，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方面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一些问题，踏入新征程，面对着新的使命任务，毫无疑问，我们要继续坚持自我革命的精神，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20大再次警示全党，4大考验、4种危险将长期存在，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识，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顽强意志，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机，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永保先进性、纯洁性。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严重危害了公安司法事业，严重破坏了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我的教训极为沉痛，
傅政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等职务。2021年10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3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傅政华70年当兵以后啊，第二年就入党，入党的时候啊，他的老班长啊，当时提了一条意见，说他年龄太小，建议再缓一缓，再考虑他。这件事儿，傅政华记了整整一辈子，直到接受审查的时候，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儿。他把入党、做官看成了人生的入场券、垫脚石、敲门砖。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傅政华从年轻时入党就没有真正树立起理想信念，而是信奉只讲个人前途、热衷投机钻营的极端个人主义。因此，打从参加工作开始，他就极尽钻营之能事，处心积虑寻找一切机会搞政治攀附。由于没有理想信念，所以把个人的政治前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政治上有靠山、有依靠，这种投机的心理。傅政华人生的信条就是当大官，掌重权。用他的话说，此生就一件事情而来，就是当官，当更大的官。除此而外，其他事情都得为他服务。2008年，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期间，结识了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孙立军。傅政华感到，孙立军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正是他急于结交的上层关系。而孙立军刚到北京，羽翼未丰，也正想物色小圈子成员，两人一拍即合。傅政华由此成为了孙立军政治团伙的重要成员。确实呢，我对他有唯命是从的做法，在政治上他也是竭尽全力的举荐和做工作，这个在政治上实际上是互相的利用。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不少重要专案，孙立军并非专案组成员，却频繁来参加会议，甚至做指示。傅政华每次都亲自下楼迎接，对孙立军的指示表示坚决落实，还根据孙立军意见签批重要事项，甚至将上报材料先交由孙立军修改审定。他与孙立军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是党对公安政法工作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被悬空，其本质上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党中央的权威。2010年至2017年，经孙立军积极运作，傅政华先后提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越来越高，傅政华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妄图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畸形的权欲驱使下，他甚至醉心于旁门左道，迷信政治骗子。我知道他有野心，所以说我就编了一点小故事给他，忽悠他了一下。我说大不了那位置，为什么呀？
石小春是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和傅政华相识几十年，他很早就看准了傅政华是个官迷，也生出了利用他的念头。2018年，他向傅政华吹嘘自己有特殊门路，能帮他搭天线谋升迁。傅政华立即热情贴靠，主动称兄道弟。石小春的套路其实就是一边用谎言吊住傅政华的胃口，一边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己和关系人办事站台，从中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什么他后来向我示好啊？他目的就是这个。我说我给你通过关系，我给你找找去吧。实际上你说我能够得上吗？傅政华与石小春交往的实质就是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交换。这出闹剧的关键不在于石小春谎言的荒诞不经，或者骗术的高明，或者拙劣与否，而在于傅政华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官迷心窍，丧失理智，理令智昏，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石小春的欺骗。在这一处荒诞不经的闹剧当中，也有着极其深刻的警示意义、教训意义。让傅政华上当的政治骗子还不止石小春一个，另一个名叫李全的政治骗子编造的谎言更加荒谬，居然成功的蒙骗了傅政华长达20年。李全呢是中专学历，能言会道，把他自己包装成为了一个专家学者。2003年左右，傅政华认识他之后呢，两人打得火热，成了莫逆之交，关系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深。李全也给傅政华讲，自己是领导同志身边的高级智囊，但凡有点正常思维的人，正常逻辑的人，都不会上当受骗。但傅政华就信了，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真实的身份和本来面目，然后逐步的他看到我的职务提升，就编造了更大的谎言，然后呢用这个诱惑牵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反过来我给他办了好几件事。多年来，傅政华从李全那里得到的只有欺骗，李全却从傅政华那里骗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推动有关土地开发项目，协调解决经济纠纷诉讼，帮助李全亲属到银行工作等事项，谋取了大量利益。傅政华就这样被一个江湖骗子、政治骗子骗了个七荤八素、五迷颠倒，其中的问题、其中的道理发人深省。他为什么能够被李全拿捏控制，本质上就是政治野心膨胀，急于上位，权欲炽盛，这一点也被李全看得清清楚楚。也更因为如此，李全把傅政华才拿捏得死死的，傅政华才对李全俯首帖耳。傅政华之所以痴迷于职级权力，正是因为他心里想的不是用权为公，而是以权谋私。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利用职权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取利益，其中尤为恶劣的是多次滥用执法权、司法权，既影响政法队伍风气，也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经查，多年来傅政华收受财物达1.17亿元，其中超过80%发生在党的18大之后。他在北京收受老板的一套别墅就价值上千万元，
他的多名亲属也都借助他的权力谋利。我后来逐步的放松了政治要求以后，别人的围猎我也就接受了，是我对权力的滥用和任性，用权时的越轨和出轨，带坏了家人，败坏了家风，我应当对家风的败坏负全部责任，因为根子是我，以权谋私。傅政华还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办公用房，在北京市中心长期违规占用一套7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在工作点和下属单位宾馆占用6套住房，面积高达1300平米。傅政华把党和人民赋予公安政法机关的神圣职权异化为个人特权，热衷于当官做老爷，随意侵占警务资源，大搞特权，大搞涉密之风，大肆享受，对党的形象破坏尤为严重，对社会风气的破坏尤为严重。傅政华把公权力当作罗织人脉网，谋求仕途进步的筹码，一心想往高处走。从追求官位开始，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彻底扭曲，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将本应服务于人民的权利作为谋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垫脚石，对纪法毫无敬畏，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肆意妄为，造成严重恶劣的政治后果。如此权迷心窍、肆意妄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受到纪律和法律的严肃惩处。今天，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2022年9月22日，傅政华因犯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孙立军政治团伙案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大搞七个有之的典型，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极度腐化堕落的典型，是大搞特权、恣意妄为、顶风违纪违法的典型。严肃查处孙立军政治团伙案，及时清除了政法单位的政治毒瘤，充分彰显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延安，瞻仰了中共七大会址、毛泽东同志旧居等革命纪念地，重温党的奋斗历程，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在毛泽东同志旧居墙上，这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的是1945年7月初他迎接民主人士黄炎培一行来延安考察的情景。
著名的窑洞队正是发生在这间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探讨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给出了第一个答案，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七十多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党能够进行自我革命，那么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进行自我革命。那么一百年来呢，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做斗争，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永保党的生机活力，才能让人民信赖我们、支持我们，坚定跟着党一起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延安之行前夕，党的二十大报告全文发布，字里行间昭示着我们党刀刃向内的魄力和坚韧，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永远吹出风号。还是对不起组织，我觉得对培养我的组织吧造成伤害太大了。张新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曾任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2019年11月退休，2021年2月被立案审查调查。他的违纪违法问题之一是收受不法企业明天系的巨额贿赂。从内蒙古起家的明天系，在十多年里急速扩张成体量庞大的金融巨鳄。之所以它能如此迅猛地野蛮生长，秘诀正是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张新起就是其中之一。2001年，他刚上任潍坊市市长的时候，在上海认识了这个明天系的实际控制人。回去之后，短短17个月。这个张新起就把潍坊银行70%的股权转手给了明天系。这个明天系啊，怎么回馈这个张新起的呢？主要是通过他的白手套。张新起收受贿赂从不自己经手，他很早就有意识地将一个叫焦伟的商人培养成了自己的白手套。那自己拿着他不就犯法了吗？犯罪了吗？那可能他觉得这样安全一些，放在我名下。上世纪90年代，刚创业的焦伟偶然结识了张新起，就鞍前马后殷勤服务，而张新起也正想物色这样一个人为己所用，逐渐形成了深度捆绑关系。几十年里，张新起为焦伟找项目、行方便，一路扶持他发展壮大。焦伟既是张新起随时可以取钱的钱袋子，又是替他操作其他权钱交易的白手套。明天系对张新起的利益输送，就是通过焦伟来完成的。明天系就说嘛，老张，你看你需要什么都可以。我说我不要，我什么也不要。我说我们俩别去弄这个事，太危险了。我说有什么事你就帮焦伟就行了，你帮他就帮我，他离我近，我有什么事我再找他。为了回报张新起，明天系将自己控股的潍坊大酒店交给焦伟经营管理，还和焦伟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
张新起更以交委流动资金困难为由，直接向明天系索要了4000万元，美其名曰借。我希望他是需要可能4000万吧，这4000万吧就打过去了。我和老焦呢也没准备就还这个钱。从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件来看，一些资本集团无序扩张、搞不正当竞争的背后，往往有官员用权力为资本大开绿灯。必须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如今，明天系已然坍塌，相关单位和人员受到了法律制裁，而曾经违纪违法为明天系提供帮助的领导干部，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当市委书记，桌子上一面国旗，一面党旗，党旗就在我身边，但是我并没有把党放在心里边，忘了自己怎么面对党旗宣的誓，也忘了这是组织的培养。位于烟台马山寨景区的这片海边别墅，是张新起的又一宗大手笔交易。张新起早年在烟台任规划局局长时，就产生了在这里弄套别墅的念头，为此多年苦心布局。当他有了更大权力后，2008年安排外甥女婿李健出面成立公司，投资开发马山寨海景酒店别墅项目，自己藏身幕后实际操盘。具体这个资金是怎么个来龙去脉，我就当时我也不是太清楚，他就让我在这儿，就是负责跑跑腿了，完具体管一管啊。商业开发只是幌子，根本目的是借机把受贿所得洗白落袋。整个项目只盖了9套别墅，7套分给出资的老板们冲抵投资。张新起没拿一分钱，就凭空得到了2套海景别墅。实际上，我用权力为朋友谋利，他们为我储备的钱，然后用这个钱，再通过这个项目，再以倒也好，以洗也好，最后以开发的合法利润的带引号的啊，利润的形式沉淀下的别墅。作为自己的带引号的合法的收益。张新起不仅自己追求奢华的生活，甚至还想为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预留充裕的财富。孙子孙女才几岁大，他就在青岛购买了2套高档别墅，给他们一人一套。抱有这种欲念，欲望黑洞自然怎么也填不满。主政潍坊的10年是张新起疯狂谋私的10年，在农产品贸易、供热、供水、港口等多个重大项目里，他都和私营企业主做了交易，攫取了财富。让人深思的是，张新起的父辈其实和潍坊颇有渊源。他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潍坊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的地方。张新起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身为团级干部，他一生艰苦朴素，从未用权力为子女提供过任何方便，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要自食其力，清白做人。而张新起却走向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方向。我在潍县当市长、当市委书记啊，我父亲第一仗就是潍县战役，所以我非常反思这个事。我父亲在那打仗流血，我在那贪污受贿，我大部分问题都在潍坊产生的。怎么当年就没想想我父亲就在这战斗过呢？我爸，我就觉得这一辈子吧，就这个吧，是永远也抹不掉，
放不下的事情，是自责的事情。张新奇被带走的地点恰好是在给孙子孙女准备的别墅里，靠全力责批子孙的幻梦到了梦醒时分。就是我是有罪，我有错，无论给我什么样的惩罚都难以弥补我所犯的罪过，真是没办法弥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张新奇利用担任中共2022年7月，张新奇案一审开庭审理，检察院起诉指控张新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5亿余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法庭将择期宣判。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走过苦难辉煌的百年奋斗历程，从遵义会议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依靠自己努力解决自身的问题，一次次领导人民于挫折中奋起，在进取中突破，不断赢得斗争，开创新局，取得胜利。党成立百年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不完全相同，但是党始终坚持了自我革命的精神本色，始终强调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我们党从来不讳疾忌医，我们始终不断地对党内的不良现象、不良风气、腐败行为进行坚决的惩处，确保我们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保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党的20大把握新的历史方位，要求全党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动摇，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动摇。我就感到对不起楼地人民啊，我污染了楼里的政治生态，伤害了楼里人民的感情，所以我要向他们请罪。楼里的问题根子还在我这里，问题还是出在我这里。龚武生2011年12月至2016年3月任楼底市委书记，2016年3月李建国由楼底市长接任楼底市委书记。2020年5月和6月，他们先后被湖南省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他们相继主政楼底的8年，给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楼底的政治生态，在龚武生、李建国主政时期，严重的破坏，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深有感受，深恶痛绝，选人运人不正，攀附之风盛行，龚武生、李建国频频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药品采购，使这些领域乱象环生。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医院本是守护人民健康、治病救人的重要场所，但楼底市中心医院却见证了这2任市委书记是如何接力从医院捞取好处的。2013年，龚武生向10任院长肖阳打招呼，帮助和自己关系密切的老板陈军江拿到了药品配送业务，背后收受了陈军江300万元贿赂。龚武生就跟这个院长讲，陈总是做医药生意的，是我那个小老弟啊，你多关心多支持啊。啊，这个院长他就知道了，后面就把这个业务就给了他做嘛。
2016年，李建国接任龚武生，中心医院很快又迎来了新任市委书记介绍的新关系户。一个做医药销售的老板曹峰认识李建国的弟弟李建云，向他们提出长期合作方案，只要能帮助他的业务进入中心医院，就每年分给李家兄弟巨额利润。李建国欣然应允，亲自组局约时任院长肖阳和李建云、曹峰一起吃饭，请肖阳多多关照曹峰。肖阳呢，当时呢就答应给我们开户啊，签订高效合同啊，就是进品种、应用耗材、设备，大型设备那个彩超，那个李建国跟他打了招呼，他都十分给面子，都还是都同意了。到李建国案发时，他的弟弟李建云已经从曹峰那里拿到了1020万元，个人的钱袋子鼓起来了，受损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本质是我的权利产生的经济效应，这个钱是因为是冲着我来的，他的朋友送给他的钱，本质上就是送给我和他的钱，是对我和他进行的利益输送。李建国不仅从老板那里收钱，还自己当老板挣钱。早在2006年，他就违反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开办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之后又陆续开办了酒业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入股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公司表面上都是一个叫曹锦华的人在经营管理，实际上他只是从幕后老板李建国那里拿工资和分红。公开始是拿工资的，后面就是年底大概有分红20%到30%，因为李建国这边所有的资产，基本上大的资产都是我在处置嘛，这个公司也好，什么样也好，包括一些房产。身为市委书记，李建国却满脑子装的是生意经，楼底的重大工程也被他拿来待价而沽。他频频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在智慧楼底建设、楼底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中心城区道路改造工程、楼底市强制戒毒所就地新建、新化县职业中专扩建等多个项目中，他都向相关领导干部打招呼，遇到他认为不懂事的干部就施加压力、排挤打压。一把手这种做派自然严重破坏了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极大地打击了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精神，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压力非常大，说句实在话哈，其实我在成发集团7年多，我觉得工作上的压力不是压力，这种压力才是压力，真的。龚武生和李建国也一样，用一把手的权力强行干预重点工程项目。2013年，沪昆高铁楼底南站枢纽一体化项目公开招投标，龚武生向主管项目的万宝新区主要领导打招呼，希望能让关系人陈爱民的公司中标。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嘛，我觉得好像反正就一句话，所以就是这个金钱它有时候会使人迷失方向，理想信念宗旨法治都看不见了，看到的只有钱，看到的只有利益关系。万宝新区领导感到这个项目责任重大，并未按照龚武生的意图去干预招投标，不实现领导的意图，又担心领导跟你穿小鞋，实现了领导的意图，担心万一又是出事怎么办，就自己觉得还是要守住底线。哎，不管怎么样，你打招呼也好，不打招呼也好，我们还是按规矩来。然而龚武生并不肯就此罢休，换了种方式继续施加压力。
案程序，和中标公司签订合同启动建设，要报经市委书记签批，龚武生却将文件一压两个月，就是不批。有点忘乎所以了嘛，就没管那么多了。龚武生这边拖延不批，陈爱民则派人找中标单位谈判，实际就是要挟对方，只有让自己的公司参与，工程才能启动。他们当时也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感觉到了，这个项目如果我们不参与的，他可能做起来确实有难度。中标单位迫于无奈，最终同意让陈爱民的公司占股40%，双方一达成协议，龚武生很快就签批了。在重大项目中，以这样的行径胁迫中标单位给关系人分一杯羹，释放出的是极其恶劣的导向，严重破坏当地营商环境。因此，当龚武生和李建国双双落马，当地许多干部群众拍手称快。他们这几个人的调查处理啊，对整个政治生态的变化啊，我觉得都是很有好处的。教育和警醒了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政治生态出了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深入治理。除了龚武生、李建国，湖南省纪委监委还先后查处了娄底市原市长杨逸文、原副市长王成良等人。娄底市纪委监委查处县处级干部70余人，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400余人次。同时，湖南省纪委监委深入分析娄底市发生系列违纪违法问题的原因，督促娄底市委制定政治生态整治方案，一项一项抓整改落实。我们把修复和净化娄底的政治生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系统工程长扎不懈，紧盯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治理，一个行业一个行业清理。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我们党以自我净化革除自身毒瘤，以自我完善提升整体形象，以自我革新培育创造活力，以自我提高增强担当本领，实现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同志们，党的20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两个维护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实践的，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点名批评三亚凤凰岛二期项目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先后三轮督察整改却停滞不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展开深入调查，究竟是谁在打折扣搞变通。企业的股东他肯定想办法接近，像我们这样其实也是被利益集团所侵蚀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检验践行两个维护的一个重要尺度。从事虚拟货币计算生产的挖矿企业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产业，有人却将它包装成高新产业，滥竽充数，虚假的泡沫最终只能是被戳破。我们违背了中央的新发展理念，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把手是党政班子的班长，也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一把手如果违纪违法，危害巨大。开展政治监督，必须紧盯各级一把手，加强监督。政局观念发生了偏离，做出了这种国际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行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永远吹冲锋号第二集政治监督，敬请关注。